大家好，欢迎来到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的频道。然后之前啊，我的影片上面有网友啊留言说，看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藏，但是我大部分的收藏还是都是在茉莉的身上，只是说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收藏，就是我们这个 IP 小野。因为以前我也有收藏一个 IP， 就是 Yuki， 然后 Yuki 啊，我后来发现说他的作者啊，齁，跟小野竟然是同一个人。然后在推耳机前面晃的时候啊，然后稍微看到了一下说小野啊这个宽恕之城的系列，然后发现说他这个脸啊看起来齁好像有点皮皮的，然后又有点碎碎的样子，一开始没有到很喜欢，但是看越久之后啊，发现他有一个有抑郁感，就是说好像一种忧愁感，然后莫名的让我觉得想要有一个收藏的感觉，然后我就试着把那个宽恕之城的一中盒直接端回家。然后它宽恕之城啊，我那个名字啊真的哦还真的不是很好记哦，它分别有这个是治愈，然后堕落嘛，然后堕落，然后这只是他者，然后再就是大象，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只回声，然后还有这个看见，然后其中啊我最喜欢的两只啊大概就是看见跟回声，因为它回声这个那个小金鱼做的是透明状的，它跟之前莫莉啊有一只那个吊卡也是做这透明状的，它质感做得很好，然后还有这个头盔，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个 IP， 然后这只叫什么又忘记了，回声。然后它这只看见啊，吼，其实它设计啊比较少，但是因为它的眼神，哦，跟它插着口袋的这种感觉啊，真的让我觉得那种，阴暗面跟忧郁感很重，然后会让我很想要收藏它。而且我发现小野他这个系列啊，吼，他们的包装啊跟设计哦，还有他的上色啊的细节等等的话哦，都做得很有水准。然后我收藏完那个宽恕之城之后，然后我去台南的三井 Outlet， 然后突然间的发现他们有一只很大很大的那个布景，然后他就后来发现原来他就是一代的活着，然后我就在网络上买了一代的活着，所以说我一代里面啊唯一的有的一只啊就是这一只活着，然后就觉得他好像被打得鼻青脸肿，然后连手套啊都掉了一个，然后踩着一个金币，然后在上色涂料方面啊，我看了蛮久的时候，他其实还真的还蛮细致的。然后其余的系列啊，就是都是小野的二代，然后他二代包含说，这只漏网的鱼跟回声就还蛮类似的，所以说这两只啊都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 IP 哦。然后我里面呢、啊，其实第二代啊最喜欢的，应该跟大家都差不多，就是这两只啊，分别就是庇护所，然后拾荒最厉害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塑胶袋啊，吼，跟他身上啊这种有点像类似报纸的感觉啊，做得非常的细腻，而且他那种可怜的感觉，又把一个塑胶袋戴在头上啊，这种悲哀感，让我觉得好像他是。还蛮惨的啦，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再来他，我比较不懂的是说，为什么小野啊，他这一代啊的这只叫做禁锢，他为什么小野什么时候要被抓去管，然后还要用一颗球，但是他这个就做得很仔细哦，他这个平台之后啊，他这个球啊就是会这样动，他这个铁球啊就是会这样动，这只是做的还蛮仔细的，只是说我不懂为什么小野要被抓去关，而且啊他的编号还是0427，还是蛮可怜的。然后
很多人喜欢的话，应该就是这支庇护所吧，因为庇护所这支做的，它算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刚好这只熊熊啊，挡住它的眼睛，就好像发现说小野啊没办法看到前方的世界，可是它的上色部分的话，这只熊的材质虽然像这种都算是塑料材质，但是它这只熊啊，把它的上色啊涂的跟布料啊还蛮接近的感觉。然后算是小野里面算是很漂亮的几款，然后最普通的话应该就是鸟人吧，因为没办法刚好抽到了，所以鸟人就很像那个莫莉还有一个系列也是像是小鸟的人物的那个系列，我觉得这只就是还蛮像他的。然后再接下来他的二代这只的名称叫做不知道，它好像是一代吧，因为这只的话我在二代上面没有看到它的名称。它这只的话，它的脚脚啊，的袜子啊，还特别做的一长一短哦，然后手里拿着一根胡萝卜，然后这只的手手因为衣服啊比较长，然后它就把它缩在里面。哦、不是啊，那只是碎兔忘的。啊靠！啊，搞错了，碎兔忘了，碎兔忘了，碎兔忘了。对，我是为了碎兔忘啊，好的，小野啊，特别去找这一只，难怪我是奇怪，我的小抄里面啊，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一只。对啊，那只特别早的啊。哦，这只特别早，所以这只我还真的。然后它不是胡萝卜汁这样，嘴巴有胡萝卜汁，咬了一口，对。兔年的东西。所以说啊，整体来说啊，小野这个 IP 啊，我觉得它算是。还蛮成功的一个设计的，它跳脱了泡泡玛特那种喜悦感，它是唯一里面的，除了像是拉布布啦、哈布恰恰之外啊，它算是里面比较独特的一个系列，所以说我有特别拿出来做收藏。其实小野啊，这整个系列啊的细致度都非常的好，我大部分啊也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啊，最可惜的就是我在买快速之城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抽到隐藏版。你知道吗？那一只叫做龟畜嘛？对啊，它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它，虽然没有看它是没有看到它的脸的，但是它躺在那个便当盒啊的那种孤寂感啊跟抑郁感啊，就是我里面算是以莫莉来说地球女儿之外的话，我算是很喜欢很喜欢的。其中一只，但是不用担心，我到时候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收到手的，因为那一只我仅次于地球女儿喜欢它。然后目前介绍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如果有网友啊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然后也希望帮我们的影片啊按赞、订阅跟分享，然后在下面留言的话。有，可以看看说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只啊？然后我们会抽出幸运的网友，然后送出这一套卡片，它分别是哈奇布布，然后第二张它是 Demo， 然后这两张它就是小野的卡片，然后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把这。四张卡片送给这位观众朋友，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谢谢，拜拜。